为了帮助社区增加亮点，并营销社区产业，三芝区福兴社区发展协会执行长创意满满，在餐厅当中搭建日座，包括菜粿饼，是从原本简单农作菜收体验，增加露出到地实性。为了营销社区增加亮点，并营销社区产业，三芝区的福兴社区发展协会执行长创意满满，最近是来搭建日座，包括菜粿饼，加入八卦、五行和易经的元素，让农家乐也变得更加趣味。因为这个地方是天门，我把因为是天嘛，天水三雷，风火地泽，所以这要利用这八卦的原理来走。那我们从天门进去，然后我这边设定了一个葫芦兽可以转运的。采用全季节来打造菜粿饼，不仅是种菜粿，各种酸甜类的果子蔬菜都会当种。等到适合种植，也依照着采收者的八字命格来看属于八卦倒一个区，再让采收者去采收迄区的蔬菜，就亲像采收到本命蔬果同款趣味，也增加地势性。我怎么做这个？我把易经啊，易经，我把易经带入融入生活化。所以整个八卦就是这种原理。那这种东西，这种就是行销作用。福兴社区发展协会执行长打造这处八卦菜粿饼，不是真正要摆打算命，是要增加着农家乐的趣味性，用下着五行八卦易经元素，让民众采收的时阵，唔但会当收获收获，买当收获着无同款的知识，更加会当将粿饼美化，和社区生意艺术化，达到行销社区的目标。记者廖品涵，三芝报道。